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有两种讲法，但是最后的意思拢是同款，一种叫做心肝去挂掉，叫做足甘心。有人说感冒了吧，心肝挂掉是不是叫做甘心？另外一种的讲法叫做心肝去有风吹掉，风吹掉，你若过无好嘛是会感冒啊。吼、哦，嘛是叫做足甘心啊，意思就是咧讲，哇，这个人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周到啊。但是咱古早俚俗语都用一个形容词来甲形容。你甲看，你不如讲啊、哦，你做什么代志，我足感动诶，敢那一句话就带过啊。但是你若讲，哇，你做这个代志，我今仔日心肝去有风吹着。足甘心的，是不是特别有意义？这就是咱台湾俚俗语好听的所在，一定爱记的哦。